对啊，那他不管理，那马路通过的啊，马路通过的啊，看到没？马路上都通过的，马路马上也好的。到了，这种是吗？面包啦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哎！就这个没用，没用。别拍了。咕咚一声响啊，太厉害了，整个的中间崩开了，管道都崩开了，这是井盖，这一马路两边的井盖都开了，太吓人了，好赖没崩着人呐。完了，这马路，哎呦我操！我在这房上干塌了，完了，这马路，哎我操！完了，这房子干塌了，我操！哎，这，哎呀！我操，这一家。这没干这地上了，地上。那为啥不煤气关了呢？对，也干塌了，这。我操！屋里都干塌了。没降落，然后油太满，把油放。即将经过事故多发路段。这是油吗？我怎么看着冒黑烟了呀？就是油。我感觉啊，应该就是油。黑烟，你最低点得有火。可是那边哪有机场呀？大兴。啊？那边哪有机场啊？你看它直着就下去了。事故多发路段，请谨慎驾驶。你看看它降得多快呀，掉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没了。
呀！我的天，这是仙人呢，好恐怖啊！太吓人了。现在房子跟车子一样的，它是固定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它找你买和找其他人买，它都是一样。我找，我找，我找电瓶车找了，我开车开了。龙卷风啊！天哪，这太夸张了吧？还那个人来躲一下嘛？他先躲一下嘛，那个人。太恐怖了嘛！我估计要被吹飞，我不能出去。吓人呐！我这是没营养哟，后面还会了。你看对面火锅店的鹏鹏好惨。好了呀。好了。好。我被咬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
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